佛法讲无量功德，无量功德在义务的帮助一切还没觉悟的众生。用什么方法？用教育，办中国传统文化学校。中国几千年来就用这方法让社会安定和谐。你真发现就老祖宗、天神、鬼神都会帮助，只要你走的是正道，不是为自己名闻利养。名闻利养有命，跑也跑不掉，你没有求也求不来。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那就怎么样把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下去。眼前艰难是有，但是这条路能通达，这个路是正确的。成功失败的关键在人，人要真正发心拯救中国传统文化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真正发心，祖宗保佑，佛菩萨保佑，我来到世间干什么？就是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来的。这样的立志，这样的发心，就得到祖宗加持，得到三宝的保佑。报声，同声经。